这个画是我在虾皮买的那一整组，然后我们是有买那个搭配小飞机的组合，网络上面有蓝色跟橘色的款式可以选，那我是刚好买到的那一个厂商是只有橘色的。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分类的话，就是有国学、儿歌、故事跟百科还有录音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国学的好了，那下面就是这样打开，爱学习爱劳动，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吧。它是有附一个遥控器，它是附这个遥控器，飞机遥控器下面有写。那我是用按了给大家看。国学，登幽州台歌，陈子昂。前不见古人，后儿歌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妈妈有双大眼睛，眼睛里故事。小灰羊，小灰羊长大了，他很伤心，因为动物世界。蚊子，北极熊，小猪。爱学习爱劳动，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吧。那如果是要灯光的话是在这边，那你就要用遥控器的按这个灯光，它可以让你选色，那它也有就是七彩的，还有这种会闪烁的。那关机的话，小朋友再见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飞机没有很好哎，因为就是大陆人大陆制的啊，也是大陆人录音的，所以就是整个很 low。唱的歌其实大人都听不太懂，顶多听得懂是那个小苹果而已吧。然后所以就是一些文字啊干嘛的，就是我觉得不太 OK。对，而且那个投射的效果并没有很好。